哎呦，我只是想打小雨啊！哦，花三次秒才要回去。哦，好了，恢复了。待在上面等了好久。嗯，这是虐杀。反击手都被杀了，他就杀进来了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在前面杀人 ，What the fuck？ 怎么样？你们还可以吗？我们被差太多了，他死，他死，他死。武器吧，我觉得武器真的差。嗯，好，嗯，先简单复一下装备哦。都自耐久啊，合力好多、哦。还是杰克要不要偷哇？哎呦，吓死人！猪队友走开！偷挖，我想挖矿。很弱。猪队友跟我走，我们去家里下面。我们去下面。去下面，去下面。哇！巧克力换钻石装。猪队友啊，你就下去就好了。啊、你们要怎么出来？是有隐形药水吗？有啊，可以买吧。那就看要不要。哎呦，这队友烦啊！啊，烦啊！走开啊！我错了。这队友走开！挖个石头，让他去，然后自己跳上来吧。哎、欸，我帮你。啊，你后面打打打打打打打下来，打下来，打下来。猪队友下来吗？他是不会痛啊，只是就很烦。啊，好好，可以可以。队友走开啊！哎呦，上去了没法上去。哎、欸，他手这样推到我，推到我啊！还是有人要冲冲看吗？带金镐，然后隐形钥匙过去看看，干嘛你？为什么是金镐？看什么？金镐挖最快，对吧？附魔比较快。哦，我有金镐啊！好的附魔器可以挖快。走开呀、啊！臭猪队友！猪队友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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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哎哎，这样压到我！走开！哇，这他们现在只要守住核心就好了、欸，对啊，嗯，等下凋零的时候是我们吃亏。哎、欸，没有。一拳有等级吗？啊，我有26等。再看有什么吧，效率3以上就可以了。自投自处。效率2可以吗？三。三掉就要。哇，那就没有了。你洗掉，洗掉，用其他东西洗掉嘞。哦，好。可是我现在还没有30的，你看你的裤子、鞋子，他没附魔啊！我放炸弹！哇哇哇哇哇！去挖去挖去挖！挖矿挖矿挖矿！可是我觉得这时候进攻、欸，这时候进攻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进啊，你们冲冲冲冲冲冲！有稿子吗？你们有稿子吗？我有一般稿子。好、啊，走！全部一起上吗？发亮也要上吗？上了上了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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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猪队友什么的，好，再来多一个吧。冲了，冲啊，冲啊！我去挖核心。好，他们进去了，有人进去了。我在凋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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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凋零。他们要挖我们家。一拳，我不叫你守家。不是啊。我有讲。我有说。哇，进去了。我有说，打不到都还是很狂啊！不到书柜挡住了，没有啊，装备啊，根本冲不起来。我刚把这一整块围起来，结束了，算了，狂装还是狂啊！哇，杀了头来。而且他都是装备的时候在挖，所以他是花了60多的核心呢、欸。嗯，差点我家里是全部都是你们，你知道吗？一拳叮叮叮！我说什么要被逆袭了？结果原来是团团。哇，他也不跟你们沟通的吗？哇，他说他隐形到现形，就一直在等你们。嗯、哇！等你们出门，哦，出门的经验不就已经开始叮叮叮了？挖到了铁矿404，也太高了，哇！404个怎样？金矿，哇塞，多二啊，要多金？
哎，星星子，星星子吗？王子差不多。瓦力宝石58个，哇！打头上瓦力宝石，看他挖58次都在那。哇！你转转你们的，一拳居然挖到3颗！哇塞！哇！偷偷来！偷偷来！哇！最后那一波也全部都是团团啊！对，团团的那核心数还要乘以2哦，因为它是2倍的时候在说话。对对对，哦对对，太溜了！它次数不是分数，超猛的！我想说，我们家完全都被你们堵住，真的要要被翻盘，就哎，居然是我们，可惜就啦，一起颠颠颠。掉落排行52个，五十二个，五十二个，嗯，5个，每个人都比你们高了，真虐杀！52，其实没有到5个哦，我掉5个，嗯，一次5个，差不多，我是7/24死亡跟掉落，3点多，我是十几次啊，对，3/18，哎，我是6哎。五十六哎，我的超和平是4次，然后26，我4次，因为我15次，谁这种时候运气很好哎，五哎，小雨是5啊，哎，小雨是5哎，你看你是应该要自己自杀去刷那个平均值，75，我是3而已哎，我是。哦，你是77，嘉安也是5啊，嗯，我而且我就1，阿纪你是5点多哎。你知道我第一次看我们的数学，我们算很快啊。哇，他按错了吧？然后第一次出去的时候，那时候全身铁装喷了3件，好多，太惨了吧？最衰的就是你，你被包这个，超惨，我去，直接喷3件，好猛啊！钻石好像第二阶段它就有一个 bug， 有一个，啊、但是那个挖了就没有再复活。那个问题是因为我刚刚做完地图，忘了先把地图整个重置，再放地图出来，所以等一下开始之前先按一下重置钮就好。哦，你说再也没出来，那是因为哈基刚刚有按重置哦。刚刚对耶，分队失败有对哈，分队失败是我把大家队伍分离开，那个没有重置，那只是离开队伍。哦。这一开都不知道中间哦，了解。嗯，那就等下重置一次。那挑战观众场啦，观众场来啊！好，看他们重置好吗？啊，是啊，不是，这不重置就好了吗？重置地图没有重置，不是？地图没重置啊，地图没有重置啊，地形不会重置，还是要重，还是要重，对对对，还是要重。哦，一拳哦，那边骗。哎，我有重置啊。其实根本不是他，一拳觉得无辜，超难过。哎、呦，刚虽晨有人说是影月，真的吗？影月几个？你说你是6.5哎、欸？哇塞，多高？你是不是故意不说话？我打完我就在看别的了。我觉得那个不能跳，好好笑。对啊，居然会想到这个哎、欸！还有被打又一直跳，被打也算哎、欸。你肚子饿是真的吃没吃宵夜午没有？他们讲什么？我漂浮技能给你漂一个，哎，没事，没事，漂浮不算。然后第二次的时候，他们杀很大，然后杀到一半都在跳，杀到一半的时候，不能跳，超衰。他们跳多了，他们这一定没有救。好，我们是红队吗？还是绿队？绿啊。绿队啊，绿队啊，我们是永远绿。你看，绿队赢了哎，你看。哎呦，就是有加持啊！还是要穿着衣服。哎，不要不要，绿队啦！哦，重置重置，好好好，他只知道重置而已的。不要绿队啊！我们都绿队是不是？我们都选绿队，然后观众对。
好，那我让观众进来。天秒好像不能爱盖跑酷吼。想玩得到 RC 二七七六零九，好，就先来。我还记得刚刚那个人太好笑，我刚刚因为杰克一直来这边 poke 那个一直来扰乱我，然后我就一直抬头看，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团团站在那边看着我。他就盯着我看也不讲话，然后看着我说你要干嘛，我要绿宝石，好好好，我以为是敌人了。你为什么不跟队友沟通啊团团？对啊团团前面在干嘛、啊、你是不是在思考他是谁 啊前面在做什么？没有、啊、我没出现，我前面在挖矿啊，我前面在守你知道吗？哦、我前面在挖矿，我们的守护者往前冲，游侠在顾家，游侠在顾家。哈基表示我选错职业了、欸。可是为什么后来你们都没守了？可不可以每个在家里？我们就说算了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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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啦！放手一搏，放手一搏。这个等，这个叫做等了很久了。对，没有我，这样换我当守护者，他就不机会，同样就没机会了。对啊，没有用了。还是那样，每个阶段开放可以转职啊。嗯，转职。我想想看，好，嗯、过两个阶段，有阶段会不会太频繁？转职哦，两个阶段换你是，哎，还你就要花个多少的那种，花钱可以转，可以换职，还是说就是一次啊，一次机会啊，不然你会哦，就整场一次这样子，嗯，这样我就想到一个战术，就是一开始全部人都是矿工，然后哇，多人啊，对耶，然后还能换这样。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可是前面矿工大概三个，全部矿工没有，全部矿工没有用啊。顶多三个矿工，没有全部三个矿工，然后之后就这样比较快，可以转有用啊，去挖对面的、啊欸，也是可以哦、喔。但是你会一直被对面杀，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可以转职啊。嗯，就是有一些人是矿工，那当然防守也是要有啊。嗯，哎、欸，如果改成随机转职怎么样？好。用抽的转变事件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可是你如果随机转职，万一那个原本没有打算要转的人，突然就变成就在别人家变守护者，不就爆炸了？没有，是自己你想转的人买那本书，书下去直接变随机转职。哦，你说随机转就是随机转职的书，随机转职。你可以转一次，可是你不能选择你要变。而且还可能转到同样职业，没有转到相同的。对，可怜。浪费钱，真的是可怜。连玩这游戏也要看抽卡运啊！天哪、啊，抽起来，什么游戏都要看脸了，这时代。对啊，對真的是。结果矿工原本想出去杀人，然后守护者就那就要宅在家里面了，我不要出去了。分转了，不要出门了。一转、二转、三转、四转，越来越强了、啊，能力越来越强。一开始是死稿、铁稿、金稿、钻稿，哇哇、欸！然后如果你没有转职，到了第几阶段之后，就会变强这样。舞蹈的作者，哎呦，哎呦，另外一个作者，哎呦，是作者，哎呦，作者大大，作者大大，作者，舞蹈要来踢馆了，作者大大出现了，嗯，他现在已经三矿工了，找到很多的 bug， 然后要来踢馆。哦，他没有来，他没有打、啊，直接挖坑给他。然后说我找不到 bug， 怎么办？这个坑好深啊！怎么办？这一场没办法找出一个坑。然后就看到他都没有在动，然后在找 bug。现在玩一天很奇怪啊。把每个细节全部看过一遍，有没有？仔细观察，然后不管别人打他，他就当守护者在家里面，然后就开始找，自己开一张新的地图在那边找。萌豆哟，各种弄，很佛系。啊，大家玩什么？我也可以守护者，都要进去看看。找不到以后就不能来了。哇，压力山大，赌上之后可以参加的机会。既然没有矿工，我要矿工了。刚想说有三个矿工，对，三个矿工，他们把另外两个放在眼里啊。哇，因为刚刚可能拿矿工啊。哦，对啊，我后来马上变心了。马上变心。哎、欸，那我要怎么选？对，
不知道。洋洋拿出你的面甲，他的面甲是矿工。没有 man， 只是喜欢。上一场他跟我们同队的时候，我就问洋洋你最常用哪一个，他说游侠，我就说好，那你都当矿工吧。哇，直接被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强制固定，直接被边角，让他体验一下不同的职业。那我是不是应该把全部选过一遍？守护者是我看，守护者太多了啦。三个人扁一个人，三个人在家里不走啊？没有，我是游走型的守护者。家里蹲，家里蹲。守护者就不能偷，对啊，就不打核心了呀。因为守护者跟突袭者差距就只是就不能打核心了呀。嗯，可以打啦，只是你去挖个几下就死掉，你会被凋零。想到好像说凋零凋零凋零的，最后在赌命挖。用他最后的那边，我中毒了，我凋零了，凋零了，凋零了，我再凋零一下，一下，一下。没有啦，超凄惨。我刚刚只是把它堵起来，我没有凋零啊。欸、所以杰克攻了，所以杰克看看，你刚刚在用水桶从高往下这样倒下去啊、哦，无伤是不是？对，我刚刚倒歪了，哎，然后就摔死了，感谢汤包包，嗯嗯嗯，进攻型矿工哦，跟我冲、哦，只有九个观众，进攻型矿工。看我的，我在沉思。哎、欸，这是太卡、啊，这是太卡。他在、欸、我在睡觉前的时候已经想好了。欸、对啊，那个巧克力啊，巧克力，他断了。哎、欸，他不见了。哦，你被拍了两下就不见了。太卡了，太卡了吧？那个太卡了。还用不用？那个 E A L V I S 是不是太那个了？嗯，对啊，那个就换了。可以再进来看看。对啊，等一个去大便是没有等他大便啦，但这个巧克力人看他好像不太行，动不了，他的屁股卡住了巧克力。